大家好啊，系我嘅大成啦、啊。而家就喺皇后像广场，啱啱咧就6点钟收工，就喺九龙湾过嚟嘅。而家准备过海。向住上環順德中心嗰邊行啦。咦？呢間應該係文華東方喎。好啦。除咗過去澳門之外咧，好少好少喺好少過嚟香港呢邊嘅，咁多消防員唔知做乜嘢。好，雪廠街啊！香港呢邊真係唔係好熟路，但係由中環行去上環都仲 OK 嘅。準備一陣間上去橋，直咁樣直行過去就行到去順德，揾個位上橋先。行樓梯都唔驚啦。环球广场呢度，哎呀，哇！依个放工时间好多好多啊，写字楼嘅打工仔放工，我都系其中一个啊，打工仔。
中環呢區翻工人工好似高啲喎，聽聞。好繁忙啊！今日都涼涼地嘅，有16-17度，啊睇下幾靚，前面個景，渣打。現在慢慢行，行了7分鐘左右，聞到陣香水味啊！前面嗰三個唔知邊個發出嘅。唔香嘅香水。影嘢喎，女龍友啊，外國人都多啲嘅，中環上環地區，香港最高檔嘅地段。皇后像行上嚟，到 IFC 用咗10分鐘，但我行得好慢嘅。繼續向
順德中心進發。呢條路好像有啲遠咁樣，但咧其實行落去好舒服嘅。涼涼地。睇下風景。又睇下靚女。
其实如果行得快呢，十分钟都可以行得到。不过而家唔讲时间，准备搭7:30船过去。哎，而家行到呢个位，见到家乡啦。其实可以搭地铁过嚟嘅，不过咁样喺度行下，睇下海景，感受下啲海风系好舒服嘅。到啦，順德中心。
we are quite civilized.點解我成日會過嚟呢個秘密就係呢度，因為我可以換船飛，唔使錢嘅。7:30是好。扣20分啊，兩張卡。因為訂嗰時只能畫錯飛，畫咗今日，而家今日我唔同。唔該。飛換好咗啦，咁就等到7:30喺度歇下先。